南韩歌手夏妍是少女时代队长泰妍的妹妹，因为她比较晚出生，所以和哥哥姐姐相差的岁数比较多。日前夏妍就在直播中谈到了兄弟姐妹的相关问题，她也坦诚的确长大后会觉得有兄弟姐妹很好，而且虽然彼此有年纪差，但个性很合，所以没有什么代沟，姐妹俩更是从来没有吵过架。每次当姐妹俩快要吵架时，夏妍都会说我知道了，我再好好想想，赶紧平复情绪。但夏妍也解释到，这不是因为不耐烦或是懒得讲，是因为每次泰妍说的话都是正确的。夏妍还加码说明，不听姐姐的话真的没有好处，姐姐真的是我人生的前辈啊。而夏妍的这一番话也让网友们听到直呼泰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姐姐，有这样子的姐姐真的是太令人羡慕了。